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在这预苦期的三月十一号，啊，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一至第十六节。你们要称谢耶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华的署名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 从各地、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所招聚来的，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，情意又饥又饿，心里发昏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，又令他们行走之路。 使他们往可居住的诚意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，都称赞他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饱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食。那些坐在黑暗中、死荫里的人，被困苦和铁罩困锁，是因他们违背。 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所以他用劳苦支服他们的心，他们扑倒无人扶助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，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，折断他们的绑索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。 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，都称赞他，因他打破了同门开断的铁窗。诗篇一百零七篇哦，这十六节哦，再次的来劝勉我们，在鼓励我们，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要救赎我们，他从。 旷野里面，而把我们救赎出来。而今天，也许我们也在旷野里面，但是在旷野里面，我们的神要与我们相遇，我们是否要与他相遇呢？哦，人也因是心灵缺乏神的话语，或是缺乏了神的那个属灵的喂养而感到饥渴。那我们知道，圣经在别处也说。 人这个非因没有饼没有水，而是人心里面缺乏了上帝的同在啊！今天在这遇苦期，我们在思想啊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道成肉生，这个就是一个可可歌可泣、可叫我们不断称谢赞美神的一个触点。而我们是否也愿意在？ 这个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无论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当中，无论是在旷野路或者是在呃帕缅甸偏发缅甸的那个路上呢，我们还是有可以称谢神的地方。